那谁？机械师？是机械师吧？我希望我没看错。是结石，他藏儿子了。没打着，他应该带的是那个发音杖和怀表。他这么亏啊！老流鼻涕，可以，交鸟了。好，这波我赚了，是有刀打中了。不跟他晃，走吧，别先自救了。中啊，没中他上。让我守着打电机。OK，这波赚了。疼啊，这一波。跑掉了吗？结石可能会来救他，他结石有怀表。哎，我看见他了，
OK， 两个人都死了。赶回来不联机。左边好像先知，果然先知。那这边看一下吧。魔术师，魔术师，魔术师，追吧！加速了，他知道我在放尸。呀，他这边损了，好像损了一点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收到。礼尚往来吗？撞我一下，来一刀。完了，我输了。失误了，这个闪击失误的太严重了。还剩一台，不收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不好打。
这是一个魔术师。这么慌的吗？鸟都凑上了。就是卡了，没去玩，这机是给机会了呀。在医院吗？他在医院。哎，我闪现了，没按出来，无所谓了。谢谢苦瓜的神器。哎，这边就一台电机，我走红毯子吧。往那边走，如果碰到一个前锋在那边修，我估计崩了。先知，注意，他的鸟现在在标记队友，我看能不能再拿鸟回到自己手上给他一刀，赶一下。回到手中，哎，不回，打到了。
他要抓我，狗贼！他想撞我，撞到先知了。你再翻。挂这边吧，那只能让他儿子修电机了。他儿子在这台电机，然后这边应该是调香师，两个人在互摸，摸好了。绕一圈也没有用啊，绕一圈。我知道你要撞我，这是平地啊。我的妈，这个保护宝的。还死了。那起来吧，大家都不打了，浪费时间。救还是救人？应该是救人。他们那边没得修，应该是那波人。我，应该没私欲了，这前锋。回去吧。起来了，哎呦，被撞到了，无所谓。哎，我的地面就很舒服哦，看见两个听音器，美滋滋。我有三个。原来是啊。四个，弹，
OK，套路了，这么多，好。哦，砖头弄掉了，无所谓了。可以，骗子。 结束废了。干嘛呢？ 我打，简直死了！让他救我。 这边把前方的怀表骗出来！哎，什么鬼？没球了吧？应该。 我真的亏，原来现在可以直接死了。我修了这么多，上去。 应该一挂死，好险吃，没治愈。
这次开不动。起来了。我猜他是摸起来的，绝对不是自己起来的。没人摸，没有摸天师啊。那我就知道肯定摸起来的，我不急。别再撞墙了，这个地方我操，每次撞墙。醒来，先知在对面门，让他走了。没电气，过不去。